是忙在哪儿啊？你倒一块是那一块。倒一块是一块。再接来。来。没站住，咱比赛也不行。没站住。再接咱来桌式。 脚抬来，脚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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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贴吧，学。一二七。运动一年，等会儿不值啥，真是不值啥。预备起。 可以开始，当年的歌，每月的生活费都交给老婆，喝不起酒吧，也不去 K 歌，当年的好汉被岁月给……别憋不下去了，当年的硬汉。 在家喂猪了，可以不再是当年的歌，每月的生活费老婆只给二百多，二百多还少，又不吸烟不喝酒，二百块钱够你生活费吗？早起去买菜，晚上扒地拖，这样的日子我实在不想过。 也是个全能人才，社交。是，王侯啥都是符合型人才，你知道呗？嗯，才能型、符合型，光一种都不沾，但一种经验都不沾。就那种地是啥的种，这样不收那样收，一种经验都不沾。冬天不凉，地咸凉。对。太麻烦了，哇，狂喜会。 二七个，啥年儿？回去做饭去吧。上午两块钱。好，可不是。12:30。回来，快叫赶紧回去做饭，没得地，那个啥了。10:30。你得地在啥时候了啊？我回去做饭，你那叫赶紧去，把那个抬上来，来，抬上来。脚抬来。脚把脚抬上去了，我可回去做饭了啊。 一二七四。那我走完了啊。你去吧。哦，我去，回去做饭。来，你等等等等。 老兵嘞，啊，这回来到来晚哎，那是你等会儿啊，我也没有事，我在家里没跟人在那。谁要教我啥吧？教都把你了，定是。我太漂亮，你老兵漂亮。他这里。啊。这了，你看俺家这是在家好幸福，做了一桌好叫菲菲教去炒的。啊，教老板，你睡吗？不睡吗？坐那歇会儿。不睡吗？那叫去菲菲啊。啊。
还挺热乎的，一头纹一样的。回来我们大娘家把饼，给他菜都洗好了，饼也弄好，菜也洗好了。嗯。挺好吃，我把炒炒。吃吧。来试试洋葱。你吃吧。你老吃啥也好吃，好吃呗。嗯。锅是大米汤啊。现在一点半了。嗯。哎呀。刚才懵了。那大人，一直跟着你。吃麦子。那是啥事儿啊？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有。过来。这是接等半天了，谁好饿了呀？回来，不是一点半了。嗯，这才蒙了。正式上班了，那是基本上是一点半下班啊。嗯，一点半都已经上班了，又在一点半刚吃中饭。就是，这还道理。嗯，这个三点才吃饭。走。